It's Razor Pop La! 更新 is the name of Chinese singer Han Geng's new album as a solo artist. It expresses his desire to start afresh, away from his days as leader of Super Junior M, a hybrid boy band subgroup of Super Junior. So how does Han Geng differentiate himself from his Super Junior image? 前这张专辑呢除了舞曲呢还有其他的音乐风格的音乐比如说情歌民谣爵士 还有那现在我会加一些摇滚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也希望说有很多音乐我就是没有去尝试过的所以说我也想让我的歌迷去了解我更多去了解我更看到韩庚不一样的一面真正说是代表我现在最近从 出道一直到现在心情的就是 我只剩在四个大声的say no，通通快快放纵了自己say no，哪怕用一身伤口，患者一刻的放手，日复一日疲倦，累积在胸口，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没有什么能帮。 One thing he'll never say no to is fans. 从一下飞机，我就觉得真的很热情，也很规矩。我出飞机，机场以后呢，就没有像说像扑过去啊，像他们就很乖的就站在两边。他们并不是很虚，在国内不是，非常的有纪律，对。是，完了有一件领导人，两个像夹道欢迎，这是新加坡粉丝吗？那晚上我又去吃的夜市。 也碰到很多的歌迷，那歌迷在旁边呢，也是在旁边吃，他不会去打扰你。很好，非常，他不会去打扰你。非常有礼貌。但我吃完以后呢，他们过来说：“哎，欢迎来到新加坡。”是，谢谢。之前有碰过哪一些比较疯狂的举动，是你有点吓到我的？有很多次，太多次了。有很多次，有一次最有点特别过的。是，我去机场，我去洗手间，那个女。 女孩子呢，就跟到洗手间去了。啊，跟到里面去，你在上厕所上厕所。对啊。那不是。他不是，那我肯定会发现。对。我在上厕所之后，他就过来，瞅一眼马上就跑，把你给我吓坏了。所以你在上厕所，他一进到厕所里面。就进到厕所里面。 Despite his cool image in Super Junior that had many girls swooning, Han Geng declares he is in fact nothing like that. 请问你私底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生呢？ 比较内向，也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的一个人。其实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的，有时候说话也不会去说。有时候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啊，你能不能安慰我几句？我也不会去安慰，就是我也不说话。完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不开心找你安慰，还不如去不找你呢。”<笑> 其实你荧幕上的形象其实是挺酷的，那么有没有歌迷觉得啊，你私底下怎么人那么好这样？其实我人确实挺好的，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觉得，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十多年的朋友，其实从学校遇到现在，反正大家都处得很好，对。Next up, Han Geng talks about spending 7 years training in Korea.